你看，哎，小妹妹，你钱掉了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帅哥，你的钱，这人也太奇葩了吧，钱都不要，嘿，归我了。哎。 哎，哎，哎，把这娘们真住！哎，喂，你看中的姑娘，我已经帮你搞定了，答应我的10000块钱记得带来。嗯，今晚3:02。哎，别忘了那10000块钱啊！哎，你谁呀、啊？美女，醒醒，别睡了，跟我走。 这怎么回事啊？走，别耽误了，快。嗯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啊，马上走，马上走，再见啊，小姑娘，你现在安全了。叔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小姑娘，这以后出门在外呀，一定要注意，这吃的东西、喝的东西啊，一定要控制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，不然让坏人有机可乘了。嗯，谢谢你，大哥哥。怎么样，安全了吗？安全了，那咱们走吧。走。 你说咱们这么做会有人支持咱们吗？支不支持的呀？他们说了算，走吧。